这是什么？所以我们先主要先把一个升上去啊！啊，已经在升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干嘛？8400多钻石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先留着哎。哦，抽一次也要10000多哎。啊，雪精灵。靠！它变猫咪哎。先把3只橙色练上去。好偏心哦，你这边就是铁矿，铁矿，那我们这边可以看附近有没有人哦，因为他不像无名的崛起一样，人家都会搬去首都，我觉得这些玩家分布我不知道哎。可能要跨服吧。